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亚礼拜的客家新闻插枝，我是易丽玲。西谷抢办亚红民俗法通，是屏东高速铁路馆的客人当贴片的文化法通。中年因为做太水，铁路馆的居民就尸体晒到内部铁佛中去。对二零一八年起始，铁佛中人就侵占西谷抢办亚传统的秀，同铁路馆头前一班几班无穷养鹅，是头万佛给下几班。一下台风撞击西谷抢办金盘金台棚，今年还刻有彩铁的后生人加入个新创意，举办台风撞艺术节，用艺文的角度重新去讲台风撞亚王土地红的故事。比比的生机强，生意呢就重点入去。胖胖的泡面、饮料各种冷搭，啥都买个就用到太热度。儿童组的西谷抢办，想起来还无安结的。青年组的西谷抢办，更是无提过买个礼貌物，所以有人吃阿落去，亲面顾啥？有人变个饮料来当不舒服，婆婆狠狠叽叽啾啾，又还有落顾啥？就地就结结的嘞。刚开始要开始之前是蛮激动，是蛮那个雀跃的，对。那开始下去之后就疯狂的抓了，对。反正大家也是手有东西抓就好了。非常的啊，我们特别上班的，怪快乐啦，因为特别有物资冇很多啊，上到班的吼，变起码便便嘛清畅呢。啊，今天吼是纯粹讲畅通啦。就安尼唱多，我过听安尼啦，是无重要，就是一个气氛，一个客家人过来闹热那个种感觉啦。自古唱板也红烧，系高速铁路馆的行业能有为民俗发通。当年青年班就为准备过度的纸片来吐鼓，摆夜过后就按内本人来唱，老板因为无按风用，吐鼓的纸片就不免中带过路卡。最早在高速。把事故抢板这件事重新再找回来，然后再恢复成自己地方上开始办理以后，其实我们大和庄这边的居民其实常常，哎，就我们每年如果有办，那我们这边其实都会开车或组队就会去回到自己的家乡，然后再去做一个参访这样子。第一次正式让大家开始两村有一些有一些实质上的交流，是透过我们那时候的。大陆观研究研讨会，那一直 到大家正式在前几年开始大和庄把事故抢板再找回来，其实它有一个酝酿的时间跟过程。屏东泥埔的台风总的行人刚刚是对台陆观晒了夜，以两季半年台风总的居民屯田盘来回六十年的民俗法通，再过来盘归属到村民的欢迎。韩国今年比今年盘到韩国台棒，今年还想来归到外客来参加。来这边工作之后，知道客家人这边有一些不一样的文化，对，然后又加上 FB 有传。分享他这一边资讯，所以就想说来体验看看这边的那个活动。从日头上线，从家村的路过来，在台北转来都好了。反正，所以讲就在定日，可以讲在定日是接比过年都还温暖些。哎，就是在现在在等待这一天呢。天神的村民准备上神西过来拜，台湾佛的时间搭车神明保佑，鬼年平安。万福二通呀，万福安安顺心哦，都大家快乐。屯台路馆提前一班来拍木枪用，台服装系提万福，也就系年尾苏东，村民都会来健身，就来拍西谷枪板焚化机。我哋咧老人家讲，我哋过去拍枪板嘅法通，系伫万福嘅时节拍，屯台路馆较无一样嘅系一定系中元节。青叶斑斑，哦，啊，等一下，台火庄诶，晚佛，刚好两边可以错开，等于是两边不同的节庆，然后我们两边的村落都可以一同参与这样。台火庄太快给暴风人家压几年，见到一个世界苏破棒梅前一夜，就为见到台风热水球向下打板的准备事故抢板的用品。那个一个，这是球。细细料尾，坚定今年布嘅板系前板，也是很多杯木买嘅油。前板吼，拜天公嘅时节都会用到，
平常拜祖先没用多啦，拜天公的时间有分上座下座嘛哈，啊前半嘛有分上座的多点，下座的多点啦，跟侬拜天公用的啦。有人帮衬，有人保安，也得苏婆帮妹一撒做一好，强悍伟大，精神爱勇斗的各种班呢。啊，加油也是故乡班呢，发动重新判例。哦，明年也得婆婆妈妈哦，让佮乐意出来做班呢，他家佮起码强下来完成也要工作。几乎每一届人都出来啦，都看到变红眼个都没人嘞，有银行嘛没行哦，就太银行个啦，都大家人都坐下这位。啊，俺东主嘛没贵族啊，东主都坐下这位，住个呢太不错呀，大家人听话是啦。阿妈，他家人过婚呢，如果有老婆的拿来，有五爷的拿来，有排骨的拿来，都如果都听话做，都也他家人听话是啦。对村民喜人嘛嘅情形，就看得出台风中年有一地好像也养过来嘅民俗文化发通，作为传统嘅四股唱板，主盼望寒食几夜忙得满足来唱发财族发财阿伯比赛。陈水泽忙得无助，上海鸟都阿伯捐靠唐顺体位朋友的指点，因为飞机纯属见面。阿伯被告陈水泽的跳南方，看到观众哈哈太纳。听到旁边人在说的那个前面哪里？就是要听指对。那你抓到有很开心吗？有，因为第一次抓。以后还会想来参加吗？应该会。男子组的比赛是从红五子组按时分的参赛人员就话起，看到阿伯坐在三道位，一三下这位公众人员赶紧通知局前去，好在个参赛者一转身就杀到阿伯，风暴没落台。啊，进去的时候就是被蒙眼睛，整个蒙住，然后要听哨声开始，啊，听到哨声的时候就眼前一片黑暗了，就随便摸随便抓，他就很幸运，刚好就。那只鸭子跑来我旁边，然后刚好被我这样抱起来。对。风波的盲灯摸住，外体防备度控速乱扭竹子。他家波波狠狠，后才竟然吞竹子，扭到位结束的加成火。冲眼灯会看个丰富一面，啊，佮看个景啊，你都好诶。阿姨也是注意嘛，哦，下过来眼的损耗也是容易，哦，佮总个总景也是安尼都好诶。刚阿人头拜家家户户有血家有血阿伯血祖诶，佮那么些年拢无去接触到安尼诶小动物诶哈，佮加油加机会，阿人来盼鸟阿伯发通好诶，哦，也增加伊个趣味性啊咧。今年台风中，四股枪板文化祭韩国特别的是，在其后生的提前一日，盼来台风中艺术节来为传统民俗发通招牌，各有文情感觉的设施是为总头加添的改道而为起始。去年的时间，俺就会找到一些文献，然后想说，哎，这边的家乡的这些故事其实是很多元的。那我们好像不是只是安尼，明年拢搬个四股创办，蛮有可能用艺术节的方式来用某种用诶，就是让大家可以去体验不一样的文化跟不一样的人文，曾经在这个土地当中生活过。无糖就是艺术创作期，坦言狮子在公众语言的带动下，在冰冻山空上色，就算树、脚、竹竿都会含在高度高强。这样，你看这个颜料先把它推下去，然后用这一根脚，你用这根脚，慢慢搅、哦，啊，混好再给我看。因为槟榔叶其实晒干之后虽然是很硬，但是其实使用一些颜料的时候，它是会就是弯曲。那我们要怎么让弯曲的部分，一样好上色？因为我没有画过。那会很难吗？嗯，不会。
因为现在小朋友都待在家里看手机，所以干脆出来户外走一走，然后体验客家不一样的地方。板，天雾板，哎，阿弟泡板，板，阿弟，你敢教吗？在我一带风风雾头前，是天下天阳间，风送台风中前世历史的纪录片。大鹏反复对土壤准备加倍求官评讲，总系一本名远接炮弹的历史已经上过层。这纪录片讲的，以前阿妈妈都有老阿人讲过的，阿人状况在太鲁关下落的，按接下来讲，这部个过争取，美军在个田丹峰看下来，讲一排一排过争取，过抢人的个嘛个呀，军营的，然后又观察。伊讲去观察底下，伊人都怀疑讲迄兵个坦克车、战车之类的，所以他就在这里轰炸得很严重。150年前，俺们地道提亚个地方有马卡道族，又有汉人，迄个时间有咧李修宣教士，李修牧师出来都亚片宣教，建立了一个高飞很多杜军英教会，刚俺们。鸦片的村民在80年前，大约这80年间，南地太鲁馆给片办下来耶。我们有300、150、180，然后大陆馆的这些东西，然后大家在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共生，然后共荣，然后又可以把这些文化都发展出来，这样子。卡土葱店放弃的跳舞，四个班在没有投钱冲高位，是在台风中神发的亚洲出去无穷用的信仰，就在艺术节当中表现出来。实在人冯友贤是基督徒，亚公是颜水强的主妃，从他家从体亚洲年前事故都是亚公来听书。像昨天那办下去，我就认为我看了我就很满意，回去我也给他们有点鼓励了，讲真的不错，下次还可以继续。几位阿公的听书后生的创意就做得好好地中度来发挥，也拜盼太佛中艺术节可是根本他感染成帅过老年啦，而且年轻人够愿意过来，然后看得到晚辈下一代的那种感觉啦，然后随着那个整个时代的改变啦，他感染以前的给讲反复让爱不退去啦，吼以为太虚啊，那蛮多公模诶，都像一百多系用工文青文创啊嘞，然后我觉得还不错，刚刚有看了一下，还蛮好的。啊，这样好，对，这样对村庄来说，对整个地方发展来说都是好事。今年多多有我们庄头诶后生诶有兴趣，后来带动地方诶发展，有我们后生诶可以介入我们沙溪诶事情，啊，可以共同来繁荣我们地方啊嘞。大和庄跟我们大陆关 的社区本来发展性质就不太一样，因为我们在大陆关的时候，我们算是比较传统，就所有的祭仪、所有的准备工作，其实要照古礼来，照过去传承下来的方式来。那其实，在大和庄它没有这样的一个限制，所以其实有一些青年的创意，然后将旧有的习俗做一些的新的转换，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发展，也是说它就创造两个区域。不同的那个文化特性，然后也有一些新的表现的手法。从前沿古来的传统民俗文化，从台风中年渐渐起来，才提后生代用基本的国土重新表现台风中亚王土地方一直都有动人包容的精神。自古创办就有为新的时代意义。